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欢迎收看 PMC 晚间新闻，我是张宇岑。第一个新闻要带给大家的是关于青少年崇拜的英文名字更换。从即日起，我们青少年崇拜的英文名字将改成为 My Service。My 的意思就是 Methodist Youth。各位弟兄姐妹，相信你们还非常清楚记得我们的周六操什么的口号，那就是周六操什么 MYS 最好。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口号将改称为周六操什么 My Service 最好。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英文名称的改变是主要让各位弟兄姐妹对于这个青少年崇拜有更加的亲切感和更加的归属感。接着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新闻，就是我们非常鼓励每个青少年人出席每个星期二晚上的意向祷告会，希望透过这个祷告会，每个弟兄姐妹可以与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在这个社区起一个更大的作用，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透过祷告，我们更加亲近神，我们更加认识神。各位弟兄姐妹，接着最后一个新闻就是要告诉大家，在明天下午5:30到8:30，在陆家市我们有一个青少年团契，就是 Iron Shack， 请各位弟兄姐妹踊跃的出席，并且携带你们的朋友出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新闻就到此结束，欢迎，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我是张宇岑，新闻在此结束，谢谢各位收看，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崇拜。